大家好，我是大磊。今天啊，带着老婆孩子去万邦拉烤红薯啊。大年初二，大磊开始出摊儿。过年这几天就不停了啊，初二一直干到小年儿，正月十六开始卖烤红薯。怎么说呢？过年这几天呢，生意旺季啊，旺季好好干，好好。这个大磊祝愿自己这个生意好啊，多干点多挣点呵呵。走了，宝宝，爸开车带你啊，咱去转一圈啊，转圈玩，走了。坐飞机？啥呀？坐飞机？飞机。可以去哪儿啊？坐滑滑机。坐滑滑机。爸带你买东西啊，买东西回来，妈带你坐滑滑机啊。猪啊猪啊，万邦猪了很呐，走不动。到万邦了，哥们啊，经常在这儿，这大哥这儿买的烟薯啊，烟薯二五，到了。哥哥，烟薯二五，烟薯，烟薯，烤红薯的啊，啊，大块的，在里边，在里边，我整吧，整车上，先拉四百斤吧。啊，四百斤。现在什么价格？2.7吧。给我便宜点。我兄弟来2.6。你喜欢2.6？整四百斤。大的，大的过年烤红薯。大块的啊。50斤一箱。8两到1斤吧，特别好。这里面没有烂的啥了，没有。哎呀，一是没有，你要是有根，我说我给你补。那我装。对，这是一箱多少斤啊？要几个？要多少斤吧？要8箱呗。8箱，我400斤呗。400斤，我只能喝4箱。再来8箱。好，一百。吃饭吃饭啊，11块钱，一碗四味菜，美不美？你看开封这饭，呵呵。来一百口味。我张也不张。你张不张得中？你放点那个，少张一点。我不让，我不让，要吃了我不让他吃点。不让他吃。啊？不让他吃。不让要吃。黄花菜、小酥肉、丸子，大面筋吃吧。太多了，吃不了。反正馍还没吃完，都吃饱了。半两小时，这一碗都吃不完。肉你吃不了，够呛了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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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没有让他放油，清淡。三天去，要不是明天，要不三天吧。